哪个女子都爱美，也都想穿出适合自己的时尚单品，将自己打扮得漂亮漂亮的，每天都自信满满的出门。在比较炎热的夏季里面，不光光需要选择单品的款式，而且也需要适配这个季节。像单品领子的选择就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。在夏天想要穿的性感又清凉，那么精致又瘦脸的 V 领可是不能放过的。而在娱乐圈里，很出名的影视明星唐嫣对于 V 领设计的单品算是她的超级粉丝了，她的很多单品上面都是 V 领子的设计。为什么她这么的偏爱 V 领服饰呢？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她的这些 V 领单品，看完相信你就明白了。 V 领连衣裙时尚优雅，却又可以很好的凸显出锁骨的柔美动人，无形中也彰显出一份性感和妩媚的气息出现。而且 V 领口的设计基本都是不挑脸型的，不管圆脸长脸还是方脸的妹子们都可以很好的上身。唐嫣这么穿衣服也太招摇了吧，这条薄纱裙真清透，让人不好意思看。这条玉蓝色的 V 领连衣裙是薄纱的质地，看起来晶莹剔透，散发出一股性感而又朦胧的风情，穿着在她的身上显得妩媚妖娆，非常的撩人，浓浓的熟女气息那是扑鼻而来。 V 领的优点其实也有很多的，不挑脸型也不择人穿，特别是在夏季里面，其穿着的清凉感和舒适度也是其他领型所无法媲美的。不管与其他的哪种单品组合起来，都可打造出与众不同的时髦韵味。 V 领的单品在搭配上面最为显优势的地方，就是采用精致的锁骨链来打破颈部之间的留白，显得视觉感更加的丰富起来，而且也会增添不少的女人味，看起来气质优雅又浪漫。唐嫣也太会打扮了，一身纱裙太招摇，一般人都穿不出来高级感，这身恬淡温婉的薄纱裙穿着在唐嫣的身上显得十分的招摇，但是寒而不露，反倒在她身上穿出了满满的高级感。不得不说她的穿搭功底真的是令人艳羡，奢华大气又显得璀璨十足的 V 领亮片裙可是很多妹子们都喜欢的裙子之一。但是这种式样的大多数是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里出现的几率偏多，在日常生活里面还是尽量选择一些低调一些的单品吧。清新的白色 V 领套装穿起来时尚简洁，自带的清纯感看起来显得年轻又单纯，结合上阔腿的造型设计，搭配高跟鞋穿起来显得大气而又简洁随性。黑色 V 领小衫时尚优雅又显气质，而且还可衬托出肌肤的白皙和通透感，无袖的剪裁设计清凉感爆棚，可以搭配白色的阔腿长裤打造出经典不过时的黑白状，也可搭配其他的半身裙上身，穿出气质优雅的淑女魅力，出街或是约会都适宜。黑色系的连衣裙在夏天穿着尽管会有些许沉闷和呆板的感觉，但是也抵挡不住妹子们对她的喜欢，显瘦遮肉这一强悍的功能穿起来显得沉闷又何妨呢？而且减弱沉闷感的方式也很多，搭配亮色系的鞋子和包包就可轻松摆脱，何乐不为。